再用力一点，快！用力！再用力一点！用力，再用力一点，快！用力，再用力一点。再用力一点。现在 OK 了吗？ OK， 这条可以。只有这条不 OK。其他都可以。你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？每一条裤子都要经过拉不掉测试才可以穿。没有办法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。可是小花事件是个意外啊！我的人生不容许失误，绝对不能再发生。从小一起长大的隔壁邻居李宇轩，我发誓那天真的是意外，但是他以为我是故意的，从此就和我处处作对，小气鬼。好不容易等到老房子都更改建，没想到我们又成了对门邻居。上天为什么不放过我？你的人生除了整我以外，能不能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？
上有很多时间的吧？算了，我改用跑步。啊？哦，你先不要走，你先等一下好不好？你先把话说清楚啊！你为什么要靠近我？哈，把话说清楚嘛！撞哪里？拿开啦，亮哎，膝盖啦，痛死了！还能走吗？该可以吧？跟你说，算你幸运，今天先放你嘛。不要逞强啊！不会啊，等下就不会痛的。拿着。干嘛啦？找路。哦。啊！